I'm so sad。 他们的新装潢的超酷。 I'm so sad。他们的厕所也很漂亮，整个超用心的，有没有？很美。我现在要做那个咨询，做到除毛之前。还蛮详细的，就是还蛮贴心的，会问有没有过敏啊，还有你皮肤的状况。我想说热辣除毛就是热辣除毛啊，就干嘛还要做？还要做指甲？对啊，对。你是做白的？里面很舒服的感觉。这还有浴室。他都不会那个太浮夸啦，他又是大理石，他整个就大理石，女生超爱啊，墙壁那个花砖，大家都超爱的。沐浴乳跟角质霜，整个就是野猫他们品牌的感觉就，就哦，舒服，皮肤会变得亮亮的。嗯，他会做深度的去角质。哦，对，好，有点感觉哦，呼。体毛有吗？有吗？不会觉得很红的感觉。嗯，脸更拔出。体毛初体验，其实真的不太会痛的感觉，就是有刺刺的感觉。我还以为就是你知道会像电影一样就，就那种感觉。好了，我有洗好了。它这个浴袍蛮可爱的呢，我现在里面就是什么都没穿，因为要除毛，我把它除出的毛，然后还有这边毛，就整个都要除干净。我夏天要到了 ，OK。就是刺刺的，对，还有那个国外那个戴刮章，超夸张，很浮夸的感觉。所以你今天是做好很多心理准备再来，可是也还好，就想说，因为如果有说就是不会有想的这么夸张。好，调节下来，我技术真好，对啊，然后就会涂抹布一样继续用，马巴一块，哦。我一开始会紧张，就是，大家就觉得是刺刺之后，就觉得贴起来，我倒以为是这样吗？这边比较有感觉，对，因为这边毛比较多，直接往下就好了。今天问你老公你的脚细不细？会不会烫？嗯，有点热的，好。外侧比较有感觉，好像会有一点痛。一二三区就结束了，然后接下来脚板的部分，这边也有。对，就是穿鞋子的时候，其实这边的脚趾还蛮厚的。但是这个位置没有毛，但是它最主要就是做去角质。我的蜡变暗暗灰灰的，黑黑的角质就都起来了。比较有感觉耶，酷，好粗，很干净。有脚毛就去脚毛，没脚毛就去角质。哦，就是你不用用刮的，不然或者是用夹子夹，夹子夹真的超痛的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。脚趾头的毛其实很明显，对，这个除完就白白的，这个比较好。然后摸起来的感觉也不太一样。I would launch a thousand ships just to be about your lips.Tell them all to sail away Just to see you every day
不是很细心，你后面整个都会除得很干净。这腿很长，有没有用拉你上去再拉下来？嗯，热力奶油的硬辣，我们拿环保爱地球木棒，从头到尾我们只会用到这一个木棒，因为这一颗蜡就是你自己的，有用完没有用完，我们就是会把蜡丢掉，我们不会回收或者是给下一个客人使用。现在我已经帮你融好了，这样子，这样大概就是一颗的量，所以这一颗待会就是乔自己使用的。嗯，我之前就是都用花的，但是就是这次就是巴西式除毛，就是叫做全除，巴西式全除。刚腿就是顶多就是刺刺的那种痛感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好，因为我刚都还吃饭，然后现在我要除私密处的毛。好，来哦，好，我现在做了，我要做第一道就是清洁，会有怎样的感觉？会变凉凉的，会清洁变凉凉。好，现在是凉凉的感觉。好，我来了，晚上第一片蜡喽。好，还好吗？热热的。来了，老师咯，好，一二三，还好，第一片，一开始都这么小片吗？你要大片一点吗？我也可以大片，我好奇，我好奇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哦呦，还是会就是有那种刺痛的感觉，但是比你自己拔毛还好就对了。有除得很漂亮的，蛮干净的。来了，还可以耶、欸，还可以吗？就是可以接受，私密处的毛可以讲。那你觉得比较烫一点？还可以吗？蛮特别的体验啦。现在我姿势就是一个青蛙腿姿势，因为要除比较里面的地方。私密处会是最痛的感觉哦，私密处就是最痛的了，是还可以啦，它还没有到最痛的地方，它还没到最痛。对，几首三。我觉得我私密处在泡温泉，只是就是一种他们在看我私密处的感觉。我们常看，我们常看。现在要来，听说是最痛、比较里面的地方。好了，几首三。哎、欸，还可以耶、欸！那我现在怎么要除埃线呢？屁股在泡温泉的感觉，已经有点习惯了。哇，没有像电视那么可怕，说实在，真的。生小孩比较可怕啦。哦，把它清干净啦。整个贴在那个画布上面，应该还蛮壮观的。你想看吗？这个超命，这个最有刺激。你的手都冰了有没有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嗯，开始在清长毛了。长毛，所以等一下会保养就对了。对。怕痛的一定会觉得痛啦，初体验就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好光溜溜哦。硬蜡就是除掉地方比较多，然后现在软的就是除一些还没有除掉的毛。他摸我都觉得我脚的皮肤好像变很好的感觉。脚在发光吗？有有有有。手，好细的手啊！来了，痛哦，痛吗？跟私密处比起来，应该一点都不痛。但我觉得比脚还有感觉，有粗跟没粗的地方。直接摸起来就滑了。擦乳液保养，那一般腋下都是硬的辣，但是因为我的就很细小，所以用软的辣。对，用一下，就细细的。对，就辣感觉很香。嘿，顶级坚果，顶级坚果。对，因为我没什么，所以我基本上没什么感觉。这边角质会比较厚，所以在这个两侧我们就打一次喽。OK， 这样我们等一下就完成了，好漂亮。好，来点保养。OK。蛮特别的，我手上还是有一点点红红的感觉。但是很滑。妈妈，你要洗澡哦。我要洗脚。先试一下水的肥。舒服的。好，我就是做完热辣除毛。我没有想过我手可以就是这么白这么滑，
这个脚也是烤的热辣生的不一样。虽然说我今天是初体验，朋友讨论过，就是关于一般的那种热辣出脚，就有些真的会痛哦。但是今天这个真的就是比我想的好太多。最重要的是没错，而且就是除完不会像自己就是剃掉毛那种，就是会一开始会刺刺痒痒痒。他有跟我讲说回去还是要做保湿，不要用太热的水，果酸、水杨酸那种身体乳也不要，保湿的乳液就可以了。你们弄的就是都可以撑很久，应该留蛮久的。对啊，但是还好好的。对啊，只有把前面剪掉。上面有镜子。用指甲最难清的地方，真的自己清不到，只能靠你们了。很细心，很用心。这次弄的有点不太一样。加上小星星，好美哦。嗯、很利落，很夏天，很有时尚感，又可以撑很久的感觉。现在要做深层保养，然后他刚磨我的脚皮，磨了好多哦。我明明觉得我的脚还蛮嫩的啊，你怎么会磨出这么多嘞？其实被磨很舒服，有种好像要被做脚底按摩的那种疗愈感。然后这边泡脚很舒服，这个是去角质吗？对，去角质，这很舒服，就是回去擦保养会比较好吸收。美白敷膜有没有？夏天要到了。记得美白一下，会看起来更亮眼。脚敷膜超舒服的，然后连膝盖都会敷到，一定要体验一下。好，这样要敷10到15分钟。脚超白嫩，嫩到不行。从这边下面明显白更多的感觉，有没有色差的感觉？你今天听友想要做保湿放松香水种哪一种功用？我们有分7种味道：青春之泉，它是葡萄柚跟佛手柑，柑橘味比较重。那这个是葡萄柚跟黑醋栗，这两支因为每支都有葡萄柚，对，所以它有消水肿的功用。那再来两支是针对放松的，这支叫瑜伽大师，它是茉莉跟檀香。茉莉跟檀香哦，还蛮舒服的。它比较木质调，那像这支是佛手柑跟橡木苔，也不错。那、再来一支，它是比较是偏放松，它里面是没药跟冷杉、它叫铁马人参，就是你可以铁马人参，对，很适合。我觉得我好像保湿跟消水水肿都需要。那这样子会比较推荐心灵绿洲，是怎样？黑醋栗跟葡萄柚，黑醋栗它有一個，所以这个是哦，好啊，保湿跟消水肿，好。用着吃也是会让人家觉得有点难以选择，因为真的它味道都很不错。然后加到我们这个基底油里面，嗯，然后我们刚刚加进去的是复方精油，那我们先淋油哦。好，真的一定要来试看看，真的超舒服的。在赫斯提亚已经做过好几次了，真的就是都很赞，做完真的会觉得脚消肿一圈的感觉。我脚好白嫩哦。那我们现在先帮你热敷。我腿好像又更细的感觉，有消水肿哦。脚走一个脚白损路线，真的好白，脚白损出师。那我还要喷保湿。
觉得太油了。不会。这样好了。OK， 好。芙蓉出水了吗？美的嘞。总监老板在自己做指甲，来看他厉害的行头，超厉害的，全台湾最厉害的美甲。刚好那个汉娜今天也来除毛，原来你不是说做指甲吗？就变除毛。我们都初体验啊，然后想要问一下你的感觉啊。啊，我是因为自己之前有自己剃毛，然后也自己拔毛过，所以我就觉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痛。我在里面尖叫，里面尖叫，但他又哭又笑的，人家神经病。隔音很不错，我们都没有听他尖叫哦。你感受得到，就是下面蛮干净的，真的会上瘾。所以以后每个月都要来报道，希望他下次不要这么痛。对，希望都不要痛。但是可能因为没有人帮你拔过下面，所以你要叫谁帮我拔？没有那个老公，那个不好意思。涂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烫吗？不会耶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如果是冬天，真的会很爱来。我觉得下面很像在泡三温暖，一下不会痛，手这边会痛，就是比较敏感。但其他、哦是哦、对下面就不说了，就其他都是不会痛，然后很舒服，对，非常。但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因为我有毛孔角化症，所以一出完那个美容师就说你自己摸变比较平，有吗？然后颜色也亮一些。有这个症状的话，蛮建议可以做这个热蜡除毛，那、真的还蛮赞的。是啊，好，他现在在弄脚，发挥美，谢谢哦。有脚也有除毛脚哦，就是现在有也有。我们到那个赫斯提亚很多年了，一直都很喜欢这里。是像像之前就跟你说，应该是七八年。七八年有了，真的还蛮久的。如果说你没有来这边尝试过，记得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干嘛瞪别人？我的 style 啊。